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Simon， 我是一个专业的验眼师。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呢，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因为电子产品长期的暴射当中，使到他的眼睛近视、散光，甚至会产生一些眼部疾病的问题。说真的，每个人都有做验血，但是实际上你一年有验你自己的眼睛一次吗？特别是小孩子，我觉得如果能够像验血报告这样子，我们一年来检查一次我们自己家中小孩的眼睛视力是非常非常重要。眼睛会因着我们的生活习惯、我们的压力程度、我们的工作还有饮食习惯而改变，所以呢，视力呢一年验一次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的视力，我们的使命。谢谢大家，我是 Simon， 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我愿意为你服务。